大家好，我是慧成。有一个粉丝想看那个卷饼啊，我和点面，今天咱烙一个小单饼，咱再炒一点土豆丝一卷呢、啊、那得是老香了啊。来点油，这搁点油揉面就不粘手了，给它醒半小时。土豆给它切成薄薄的厚片啊。来点醋给它泡上啊。青椒。今天这面和得了吗？哎呀，太远了呗。这家你爷你奶吃都没事儿。这得刷点油哈。刷点油。三个皮儿一起烙啊。三个皮儿四个皮儿都行啊。这都四张了，还往上摞呢。这多烙几张。哎呀，你这艺高人胆大呀。整个六七个。这得给它擀薄薄的哈。擀薄薄的好吃啊。咦，这小油饼相当的不错呀。上面这张好呗。一层一层的。最后一张，太好了。前尘往事成云烟，消散在彼此眼前，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。来点油，五花肉给它扒上变色了，葱姜蒜干辣椒。哎呀，这香味儿哪儿的啊，香味出来了。土豆丝酱油，来点十三香。来点盐。辣椒。哎呀，好了。哎呀，嘎嘎好吃。哎，吃饭了啊。哎，好嘞。哎，那快走吧，下雨了。哎。卷土豆丝儿哈，卷上去，哎，好，好。这嘎达还有那个黄瓜丝儿的，我也来张饼。对，多样化哈。底下的远，都挺远的。热乎。我的妈呀，人家刚烙的，还挺凉啊。那么热乎。
来呀、啊，行行吗？挺好。嗯，这咋又下雨了？仨天了。嗯，太美了。嗯，是不是个儿挺好？嗯。哎、啊，我也卷一个。香了，香了。卷一这么多菜，美美。哎呦我的妈呀，你那也太多了。咋样？好。哎呀，这还薄如纸啊。嗯。再来两个黄瓜丝儿啊！哎呀，老有食欲了。嗯，嗯，嗯，卷的肉。嗯，嗯，这太美了。整几张啊？老香了。为啥？完了，不吃数了。太香了。哎呀，再拿个小白菜。打饭包啊？嗯。饼包呗，这是。这是卷饼呢，还是啊？啊，饭包呢？你这还是个闯灶呢？这是要啥呢？千层饼。这家这小雨下的没完了还。这赶蒸完了。嗯。嗯。烟雨茫茫，家乡美。好。好嘛。这期视频呢就到这了，明天见，拜拜，拜拜。